我就去好了，接熊哥吧，接熊哥吧。咦，熊哥，熊哥，咦，好乖呀，熊哥，爸爸妈妈接你来啦。咦呀，乖呀，熊哥，乖呀，好乖乖呀。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为了爸爸妈妈受委屈了，大清早到外面甲板上去等着爸爸醒来。熊哥最乖了，乖乖静静的，也不吵也不闹，让爸爸妈妈可以休息好啊。哎 ，no， C， 爸爸给你拿牛皮筋吃，乖呀，熊哥好乖呀，乖呀，哎，爸爸给你拿牛皮筋，熊哥最爱吃了，对不对？熊哥为爸爸妈妈受委屈，爸爸妈妈就更喜欢熊哥了，更爱熊哥了。哎，不跳跳。你那髋关节不好啊，这怎么开的？这打开。哎，好乖呀。随便拿一根吗？随便拿一根给他就好了，他喜欢吃。哎，乖乖，熊哥好乖，把他那个小骨都拿走，那个玩具拿走，要是晚上让他磨牙玩。好乖呀，熊哥喜不喜欢？是不是好喜欢？那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吵？还要不要吵？不吵了吧？喜欢吃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一起吃早餐，你吃，爸爸妈妈也吃早餐，好不好？咦，又不给我看，一会儿见。拜拜。